鸡肉鲜嫩的口感配上菠萝酸甜的味道，再加上青瓜的清脆，美味就是这么简单。听的姐妹们赶快行动起来吧。原料要是没有现成菠萝，可以用菠萝罐头代替。黄瓜去皮切块，鸡肉切块，放入料酒、酱油，少量淀粉腌制15分，菠萝切成小丁，用盐水浸泡去色。锅内放入少量油，待八成热，放入姜丝爆香。放入鸡丁炒至白色，放入盐、酱油调味。然后放入菠萝、小黄瓜，再倒入一些黄桃罐头汤，翻炒熟，出锅就完成啦。鸡肉用小中火炒，不要炒老了，酸甜鲜嫩的菠萝、青瓜、鸡丁就炒好啦，大家享用吧。